好会哦，赞，好听哦，嗯，这样我就尴尬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祖上叠加，两个那个迷内迷弟在那边，你也短头，没有，这种没听过啊。回家再听啊！回家再听。国中是在芦洲那边念书，后来又回到高中，是回到双溪，就芙蓉双溪也比较山里面。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从台北来住校，后来我那时候也在那边租了一年的房子，在那边。附近有一家冰店，它叫菜冰，就大家下课都会挤在那边吃冰喝饮料。高中有交对，现在是不敢，就有点害羞哎。可是高中对那时候对啊，也是有交女朋友，在双溪，因为很暗，晚上会看星星，因为那里没有光害，这么浪漫，对，哇，突然。回想到这一段很珍贵，对，就是过去嘛，对，对对对对，过去了。翔哥小时候在哪里长大？是比较靠近哪里？我在南方澳，对，南方澳，真的。我小时候超皮，出来才玩音乐，对，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对，因为我不敢跟女生讲话，哦，然后因为恐女的，不是，就是害羞，害羞，个性害羞，嗯，害羞就是看到人家这样那么勇敢，我们都不敢。然后你必须要有个舞台让大家看见你，嗯，所以都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。OK， 然后就很多人就是爱慕他。也没有啊，在舞台上的唱歌哇，太有魅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学生的时候上也没有人鸟我啊。但现在超多人哦。那个都是这样，都是那个过程啊，因为那个环境。做音乐的是这个方向，因为我其实高中就比较在学校会比较突出，我比较活泼。个性对，就会选高中就选班联会长，啊，那时候我记得在选班联会长的时候，我是每个班级，因为我们一个年级才四个班，啊，我们要去拉票，我就是每一间唱歌，唱歌拉票，你好勇敢哦，对，我那时候，哇啊，我刚刚一炸没办法洗油，那个很好啊，那个，但我觉得那是一个，你是个性就是对，所以我就跟第二名差了很多票，我就是大胜，我就。当了那一年的那个学生会长，那么小就会选举，很厉害，哎，你好适合，就这民意代表，赶快好会啊！小姐点哦，你甲讲蔡尚宪，哦，真正会准的，安尼去的，你无，你来搞海啊！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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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